职讯超给力，职场展实力，职讯有成绩联合招生活动，30日在彰化县政府中庭暨广场办理。王县长期望借由活动媒合就业，提升劳工技能，一起拼经济。这里现场呢有20个这个摊位哦，都是我们去年所训练下来的最优质的这些好朋友们哦，有的人已经就业了，那他们的一些成果，那我们今年呢也在即将有3大类哦要来做招生的工作，总共的名额有1400个，包括我们有职前班哦15班，以及我们这个身障班有7班，还有现在很夯的造福班有26班哦。那这个训练的过程中，你的费用大概以4000到8000不等哦。那如果说你有特殊的状况，包括低收啦，或者说家境的状况，有的还可以免费，甚至有部分的生活津贴哦。那我们希望说这个还没有找到好工作的这个朋友，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个职训啊，来增强你自己的这个专业，你自己的技艺。那特别是我们有几个班级哦，那很抢手，而且呢，那他们的这个可以在2个月的时间培养大家拿到丙级的一个证照。有了这个证照，我想你在社会上求职啊，很多的这个无往不利哦。那再次的欢迎邀请我们的这个乡亲伙伴们，可以利用这一次的职训啊，好好的来这边充实自己，让自己能够有更不一样的一个选择。这课程来讲，对一般的妇女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充实自我的地方，你可以认识到不同的朋友，然后就说你等于说你在预防你的老人生活更能有更充实的未来。这次活动展现107年的职训成果外，还有20个摊位，欢迎大家透过成果展示来了解不同职业别的训练。今年度的训练班有3大类，48班，也要利用这个场合来招生，透过摊位宣传 DIY 实作，让民众可以从中深入了解各个职业的训练内容。有意愿参加职训班的民众，可至县府8个就业服务台洽询免付费专线0800529191，我爱就业就业，欢迎大家共襄盛举。公益频道徐世昌彰化采访报道。